你一个人自己拿自己起哄，也不像一半。说单口呢，一般来说都是民间故事，不敢说是高台教化，但是呢，劝人向善，从故事里边悟出点道理。没有说听完相声出去劫道了，没有。他不论什么人听完相声都想学好。听完这段，我相信各位都愿意上街找一匹精马来拦一下。品格方面呢，很纯洁。那么今天这个事情说的是什么时候事儿呢？离着现在时间不算太长，家里要是有老人呢，您回去问一问，可能还有知道。明朝啊，你得找老人问，长六七十岁估计不行，七八百岁呀，可能能知道。要是不知道呢，你就听我说话。明朝正德年间，安徽定远县西门外清风闸，这个地方住着一个好人，姓孙，叫孙大礼。没有这么好的人了，这个人没缺点，全是优点啊，助人为乐，知己不昧啊，尊老爱幼啊，上车让人先坐呀，什么优点都有，挑不出错来。好人死了，好人不长寿，祸害千年，一点都不假。那么这位孙先生活的时候做什么工作呢？在定远县衙门里边做一名刑房书吏，负责什么档案呐、啊、文稿啊，是干这个。好人死了之后呢，家里边撇下自己的妻子，还有自己的女儿，但这娘俩可不是亲生的。姑娘的亲妈孙先生的前妻早年去世，后来续娶这位夫人姓杨，杨氏夫人。这个杨夫人呢，是个坏人，一点好心眼都没有。他们两口子之间，整个就一大反差。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，而且他这眼里边没好人，瞧谁都坏，瞧谁这人是不是打算害我呀？光琢磨这个。老头去世之后，撇下他，撇下姑娘，姑娘今年多大了？18岁，名字叫孝姑，孝顺的孝，姑娘的啊，孙孝姑，剩娘俩过日子。可是这位继母杨氏啊，心里边就容不得，这可不行啊！他跟我没有任何血缘关系，不是我生的，不是我养的。以后我要是老了，他不管我怎么办呢？嗯，过几年他要是出了嫁，他们两口子害我怎么办呢？光琢磨这，我得想个办法，把他打了出门。他走了呢，我找个小小子一结婚。我们两个好好过日子，多幸福啊！对，想了半天找谁保这门亲呢？猛然想起来了，定远县想当初有一位媒婆界的首领，姓张，张妈嘴能说呀，有人能说的翻了身，没有做过什么媒。可是最近听说呀，这个人戒了这行了。不干了，那干什么呢？卖花为生，每天打点入口货，我站在门口等他，拦住了给着银子，他没有不答应的。想好了之后，抓一马瓜子儿，站大门口，这一边坐着一边等着。功夫不大，又打这边，这位张妈妈来了，这老太太了不起。想当初就这张嘴，气死话里不让买，能说的两口子分家，老不在家，
没准奴隶两句话就给你治到新疆去，你愣不知道怎么出去，回来还给弄两盒葡萄干给他送去，就这么厉害。后来呢，一过四十，老头子去世了，又没有一年，自己的独生儿子出去游泳去，死在坑里头了，自己心里害怕，因为什么呢？那些年没少有人骂他，你就缺德吧你，你以后好不了，必遭报应。自己相信了，为什么我中年守寡呀？为什么我儿子死得这么惨呢？甭问，我这是遭报应。打这起改了，金盆洗手，戒了这行了。谁让我保媒，我也不干，卖点花，一样能活着。虽说辛苦一点吧，挣钱少，但是养活自己没问题。清晨起来，有一个花盒，里边都是花，顺着大街由东往西走来了，就路过这门口，一眼就瞧见了杨夫人跟这儿。再瞧杨夫人乐得跟要有人似的，杨好来来，这儿来，好些日子没瞧见你了啊，快来快来快来。哦，杨夫人，您叫我呀？进来坐会儿，咱们有日子没聊聊了，咱们好好聊聊。不成啊，跟您比不了啊，您是有钱的人呐，啊，占着房，躺着地，存着多少多少钱，我不行啊，卖一天我吃一天，不成，先得糊弄肚子。你瞧，老头死了，你们不拿我当回事儿啊？聊会儿天都没一个新的人了。你瞧您这么说，那得了，我陪您聊会儿吧。拿着盒就进来了。来到里边，有人倒上茶。杨氏说了，有俩事儿麻烦你啊，你费点心。要您干嘛这么客气呀？只要是我能帮忙的，您尽管说。第一呀，就是啊，这不是我们老爷子去世了吗？我晚上也睡不着觉，我是真想的呀。上年夫妻老来伴，你看我今年啊，50多岁的人了，孤身一人，天天在家里边想老头子。为了纪念老头子，你就找一小伙子吧，我跟他过日子，好好过日子啊！你那么有愿意娶我的吗？也别推小，推小让人笑话啊！30上下是吧？你看合适的给我找，家里穷点都没事，但咱们家有钱啊，这你往心里去。哦，好，这我给你想想啊。还有呢，还有一个事儿，这个忙只有你能帮得了我。哦，您这什么千斤重担？搁到我老婆子身上，什么事儿啊？这么回事儿，这个姑娘越来越大了啊！我是真疼的，弯着心眼儿的疼着，不知怎么疼好。可有一样，闺女大了不能留，留来留去接冤头啊！这姑娘找一合适的主儿给她嫁了。哦，好，您这么说，我佩服您啊！老爷子没了，您还惦记着她，好啊！天底下的继母10000000个里边，未必有一个像您这样的。行，这门亲我应了，我给您找去，看看咱们定远县大户人家谁家合适，一定要让他门当户对。说吧，你跟我想的不一样。怎么不一样？你哪一个呀？上无片瓦遮身，下无立锥之地，日无鸡啄之米，夜无鼠号之粮，开口就骂，举手就打，不是人脾气的人。你说这几个去年都杀了。你爸爸呢？去年咱们县里的严打，一手砍了12个，符合条件这都死了，这不好找。您费心。早起有那漏网的。不是夫人，这话我没听明白，这孩子怎么惹着您了？找这么一个禽兽过日子，这不是往火坑里堆的吗？你不知道，这姑娘我找人算卦了，她这个孩子呀命太硬，在家克父母，出外克朋友，嫁过去克公婆，非得找一个命硬的人才能压住她，你明白吗？张二心说：“你要蠢吧你啊啊！分明你嫌弃人家孩子，打算把他推出去害死了。可是要你琢磨也是好事。我要是不管，别人管了，姑娘嫁的女婿早晚也是一死。不嫁出去，留在家里边也让他折磨。
与其做点这事儿，我都不敢再跟。好，您管了这事儿，我四处去问，力争达到您的满意。好，您多长时间办得了？我跟您实话实说啊，这个不好找，是吗？我问了周围几个县，哪儿要严打？好，就跑过来的，咱们来一个。咱们县多了，现在你知道吗？一年吧，一年时间，哪儿哪儿等得了天啊？这一年我估计我再有2个月我就给压过去了。我走的闺女怎么办呢？那半年不成，仨月也多，更难。3天给我信儿吧，这你可是难为我呀。3天之内上哪儿找条件这么优秀的人呢？你看这是什么？一伸手掏出来白花花20两的银，往这一拍，这是您的宝贝钱。张妈接过银子，在手里琢磨琢磨这事儿，应了这2句话：新酒红人面，才活动人心呢。这个酒是白的，喝下去也是红的；银子是凉的，攥手里心是热的。心说你这钱呢，不花白不花。那这么着吧，我尽力啊，我给您去找，您放心。好，3天听你的消息，事成之后没别的，我还给你20两。由大这儿出来，杨氏送到门口，您费心，转身回去。张官拿着自己的花盒往家里走，怎么呢？这会儿啊，快中午了，先回家吃饭，下午再出来。走到后街这儿，觉得后街这儿很清静。往常这后街两旁边摊贩很多，人来人往，特别忙碌。可是今天整个街上没人，石街正当中就站着一个人。有这一个人在这儿，他就进了街了。那这有一位顶天立地的大英雄，这主姓皮，叫皮寿山，原籍是山西太原人，父亲是个大商人，在他前面呢有4个哥哥，也不知道因为什么生一个死一个，生一个死一个。他是第一人，他实际上呢也是老大，前4个哥哥全完了，所以人称皮五爷。小的时候随着父母做生意，辗转着到了安徽定远，后来就避军在这儿，家里挺有钱啊。老皮先生在世的时候，不敢说是定远首富，也得说是数一数二，家里银钱很多，开什么当铺啊、买房啊、南货店呐、啊，生意非常的兴隆。从小对这孩子娇生惯养，您想啊，4个好容易落一个，那可了不得，心尖宝贝儿啊，天天抱在怀里边，顶在脑袋上面，含在嘴里边，那是当活狗一样。小的时候家里来人了，他爸爸抱着啊，这儿一喝酒，总给孩子来一口。3岁，这孩子能喝半斤啊。到4岁了，他爸爸后打牌，找一帮人上家里赌钱来，啊，让孩子拿着手来，给爸爸掷个骰子。小孩有什么抓子？到他们5岁左右啊，什么赌钱的方法他都会了，很精通。后来父亲就是临死之前把自己的儿子皮凤山托付给自己的朋友们，我不行了，你们以后照顾我儿子吧。托付的这朋友里边呢，基本上都是坏人，就有一个好人，这出门拿车撞死了。这帮人天天没事哄着玩吧，我跟你爸有交情吗？没钱我得管你啊，喜欢耍钱吗？小孩怎么还喜欢这？来吧，咱们开始吧。啊，为人处事不耍钱，不算个完人啊！交给孩子，孩子哪懂这个？3弄5弄，这手底下一做戏，完了，你们家这当铺是我的了啊！来，该你了，你跟孩子玩。这2把下去，这你们家这南货店是我的了。没多大，在皮五14、15岁的时候，万贯家财全被父亲的朋友们给坑骗一光，自己早一出门沦落街头。每天到了没别的事儿，就跟街上这些地痞流氓们为伍啊。可是有一些在街上混这10几年，这孩子也很聪明，学会了很多为人处事的，而且到后来啊，自己也想开了，人呢就这样，活一天算一天。所以说在这场街上皮五没有害怕的人，可是人们都怕他。怎么呢？这人一喝出去了没什么带，我无所谓啊，谁家吃饭了他不管那套，坐着就吃，谁站街上那数银票，他伸2张就跑。
啊，早晨这吃炸油条，刚拿到手里，他拿过去了，呸，喝一口。哎，你还要吗？啊，没要了，他拿走吃去了。打遍街，骂遍巷，整个定远县一说皮虎，没有不害怕。哈，不过他有一样好处，怎么呢？不管是讹谁诈谁，一见面就是200文钱，多了不要。那你害怕，倒给他一堆钱扔这，他数数够200，剩下还是你的。他喊你回来回来，哎，这是你的，就拿200，可是差一分钱也不行。你短一个，他准备上家里，啊，把家都给你砸了。他就这么一个人。今天呢，站在十字街头没别的，这两天喝酒喝多了呀，睡了一整天，没怎么吃东西。早上起来晃悠悠，这肚子饿了，翻翻身上呢，昨天一天没工作啊，没出去讹钱去，口袋里是一文钱没有，上班去吧啊。他一出来呀，家家这门板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全关了，所有摊儿挑摊儿全跑了，十字街头没人了。我站着纳闷，人都哪儿去了啊？我要不了多少啊，200文我吃饭去了就。人都哪儿去了？正纳闷呢，张妈妈来了啊，怀里抱着这个花盒子，低头走到这儿，猛一抬头，哟，老太太一跺脚，嗨，来不及了，早知道绕一趟街啊，这会儿瞧瞧，嗨，老五，老五，哎，饭店来了，怎么呢？等半天没认他，瞧见你了，瞧见我这200文钱了，我找您有事儿啊，我就等您呢。老太太直哆嗦啊，你等我呀？等我干嘛呀？这么回事儿，平常啊，整个定远县这些朋友们对我都不错啊。我呢是个有心的人，我弄了个本儿，凡是对我好的呢，我都把名字写上。哈哈，今天呢就看您了，您呢交200文挂号费，我给您写上。老太太说：“您挨骂了。”我就是去200文呐，我今天我是真没带着，没别的，我改天再说吧。那不成，我跟您说，咱别坏了规矩，你知道吗？人呐，活在世上啊，这个诚信为本，你知道吗？别说这没用的话啊！讹我200文，你还说这个？我真没有零的，我找给你啊，我找给你啊，整这行，我先瞧瞧。要不这样，您算包月啊？我掏拿点。老太太吓坏了。拿手啊护这盒子，怎么着？刚才杨氏给那20两银子在盒里边了，真怕还一掀盖儿，这杨氏拿走啊！拿手就护这盒，皮五纳闷儿，这怎么回事儿啊？你这盒里装的是什么呀？我瞧瞧，我瞧瞧。他一说瞧瞧，老太太更害怕。呵，你可不能动啊！我欠你200文，行吗？明儿再出。这儿矫情着呢，由大街后边来一位路过的，谁呀？定远县乡下有这么一个主，在村里边那是个土光棍啊，谁家院什么事他得出个头啊，谁有事他都去给人了事去，平常日子呢撇大嘴的，没有不服的。这两天琢磨着，光跟村里边这样没意思，有能力我得进城啊，我得上定远县闯一闯去，县城里边标明挂号，那我就了不起了。来吧，大家出来赶奔定远县。走在十字街头，这老头还纳闷儿，没人呐，嗯，我给谁了个事儿啊？我在村里这么高的威望，谁有事儿求我呀？最好有个打架斗嘴的，这我就来了啊！正高兴呢，听前面这儿叫唤起来了，老头乐坏了，没有不开张的油盐店呢，来吧来吧，迈不过来，撇着大嘴，别打别打别打，这个年轻人有什么事儿听我说行吗？老太太乐坏了，哎，你跟他说，你跟他说，谢谢你啊，谢谢你啊！站起身来，抱着盒转身走，皮五还喊：“嘿，您这怎么着？我该着你呢，不再说，不再说。”老太太走了，老头乐了：“行啊，我这威望在城里也可小了，我一句话这事儿就了了。”年轻人啊，不要这么狂妄啊，火气太旺了不好。啊，有什么事好说啊，有什么过不去的冲我了，没有咱们解决不了的事啊，行了，有机会到村里找我，咱们一块坐坐啊。转身要走，皮五一伸手，砰，把肩膀揽住了，哎，400文。
什么四百文啊？凡是碰见我的，都得给我200文钱。我怎么四百？你放走你老太太，他那200算你账。呵，你这讹人呢？你这是啊？我跟你这么说，我在村里边这么些年，喝杯茶也花过钱，知道吗？吃顿饭也花过钱，谁都得拿我当回事儿。你怎么敢跟我这样？好，喝杯茶都不花钱，吃顿饭不花钱，甭问，你不是好粮食喂大的啊？行了，今天咱们一块儿算算这账得了。掏钱，滚滚！这你喝，你能把我怎么着？老大呀，你别骂，知道吗？这个事儿放在这儿，你喊没用。啪！头转了三圈，你打的是我呀？打木了啊！是你，快点，600文，不是400吗？有200罚款，打你了不能白打，200啊！嚯，你这挑费可够高的啊！打裤腰带上解着一钱串子来，整整600钱，锃光瓦亮，没有这么干净的600钱了，特别的亮。怎么呢？这老头打20岁开始讹人。这钱一直跟腰里预备着，可从来没花过。没事儿，拿手这么捻着，捻着40来年了，锃光瓦亮。再给他拖了拖拖，一会儿瞧，你这是金的啊！我说这是铜的，我们家镇家之宝。那个没请教您怎么称呼？嗨，称呼有小名叫皮虎，好不见见的啊！老头在村里边听说过这名字。到定远县，谁都能惹皮虎皮凤山也惹，没想到来就碰见了，转身就走了。皮虎高兴啊，数钱吧，或者正数着呢，转过身来，这位张大妈又回来了。皮虎，皮虎，我找你有事儿。好、哦，怎么破了您钱了？谢谢您啊，都您这样了，我们这行好混了。您少给点，少给点，不少给点啊？有事儿找你，找我。什么事儿？张妈妈刚才转身走啊，快到家猛然想起来了。哎，我要是给皮虎跟孝姑俩人撮合撮合，挺好的事儿嘛。皮虎是讹人，有时候打个架，可是这人不乖呀。而且来说，他每次见人无非要200文钱，啊，吃顿饭，喝壶酒，也不算过呀、啊。而且他这脾气，要是能护着点的姑娘，不能少吃好多亏吗？嗯，好，转身倒下来了。啊，你还没吃饭呢吗？我没呢，这不这刚挣点钱，正穿柜呢啊。跟我上家去啊，有好事跟你说。什么好事？你跟我走吧，跟我走吧。娘俩一前一后来到张妈妈家，啊，自己一个人住，老太太收拾得很干净，打开门，坐这儿，坐这儿，坐这儿，给倒了杯茶，喝水。哎，给我水我不喝，人还没吃饭，肚子咕噜咕噜叫啊！您这有什么吃的呀？我这没吃的，等会儿我瞧瞧去吧。老太太打开里间门，把这花盒先拿到里边，怎么呢？里边有这2两银子吗？把它瞧瞧。打开门，把盒拿进去，皮虎心说不对，他怎么背着我，他藏什么呢？趴着门缝一瞧啊，老太太把这碗橱掀开了，花盒放在里边。他没往心里去，河旁边有一碗熬剩下的鱼，头天吃了没吃多少，还这么一碗搁边上。第五乐了，哎，我挺喜欢吃熬鱼的啊，就是他了。老太太出来了，那什么，吃点什么呢？你喝点酒吧，您这有酒吗？你还别说，还真有点酒，拿出来酒给他弄好了。那菜呢？哎呦，家里没什么菜，不要紧的，您甭弄那么些了哈，您就把这鱼端出来就行了啊。老太太心说：“你这眼太肥了，这是。”端出来了，把鱼拿出来，滋溜一口酒，吧嗒一口菜，吃得挺高兴。啊，吃了半截，把筷子撂下。老太太，什么事儿？您说吧。啊，您找我有什么帮忙的事儿吗？不是，我问你呀、啊，凤山啊，今年多大了？我今年25了。嚯！不小了，有个好事儿，我想给你保门亲，你看行吗？
别逗了，谁跟我呀？我现在什么都没有，一天到晚住的庙睡觉啊。你说我今天出来赶上合适的生意挣几百文啊，明天没有，明儿下大雪都不出来，我的客户都跟家待着了，我这买卖怎么办呢？啊，那且再说，就现如今有这么一件事儿，这个姑娘非常适合你，你要是愿意的话，我老妈妈给你跑这个事儿，还准保她成。您说这谁家孩子啊？干嘛非得嫁给我呀？一说你还知道，你知道咱们衙门口刑房书里孙大礼孙先生吗？我知道，不是死了吗？是啊，他那姑娘小姑今年呐18岁，要是跟你，我觉得挺般配。嗨，呸！看这孩子说话很困人的一点啊啊！啊，这脸鱼刺儿可是啊！怎么了你？我告诉你啊，你这么大岁数了，你亏心不亏心你啊？人家那么好一姑娘给我，那不是往死路上推吗？你这么坑人呢你！老太太一听心里挺高兴，她能说出这话来，说明她这心地是很善良的。哈，擦了一擦。哎呀，你先别着急，怎么那么大的火啊？为什么这么说呀？你不知道，孙大礼孙老爷子活着时候对我是相当的不错，知道吗？我拿他当我的大恩人一般，人家死了，我娶人家姑娘，我什么都没有啊，日后这日子怎么过呀？你这不是害人家孩子吗？哦，来，再喝一杯，喝一杯，喝酒啊！把这杯喝了，给我讲讲到底怎么对你好？哎，这说来呀，话长了。哎，老头对我呀，实在是太好了。怎么回事呢？哎，这是孙大爷活着这年的事儿。有一天呢，天降大雪，比武啊，底下穿着一个大裤头，光着脚没有鞋，上身呢披着一麻袋片，怎么穷成这样呢？出去跟人打牌输了，棉衣让人扒了，没办法，抱着肩膀跟城门口的蹲着。嗯，孙大礼孙先生打着呼，一眼瞧见了，孩子，快过来，快过来！你怎么就这样啊？我可明白，我打牌输了，这不得冻死你吗？把自己里边贴身的棉衣脱下来，快穿，快穿，穿好了啊！我这儿啊还有这么200文钱，你拿着吧。不是，您这钱我不能要，不，这是闺女啊，你拿。那哪儿吃的？哪儿吃的？把我暖和劲儿，找地儿先歇会儿啊！哪天没钱就找我，听见了吗？你说这怎么歇呢？您拿回俩钱，别，你带着带着带着，快去吧。赚着这钱，配着棉衣，心里很高兴啊！拿着钱呢，就接着赌博去了。进去快，出来还快，没10分钟，刚才什么样，现在还什么样，又出来了，还在那儿等着。哎呀，孙先生还不来啊？想了半天，这怎么办呢？肚子没食，身上没衣裳，冻得直打哆嗦。哎，城门洞旁边有一个跟他一样跟他背景的人，干嘛呢？换糖，小糖块。拿什么换呢？旧衣服啊，破裙子呀，破裤子呀，什么破鞋都有。拿来之后看看大小，给你糖啊，换小孩糖吃。干这个，他站起来瞧瞧，哎，干嘛的？哎，我这个是那个。换糖块儿，破衣裳换糖块儿，破衣裳换糖块儿，我看，一伸手抓起一件儿，也不知是谁呀、啊，穿了10来年的这么一条破裙子，啊，拿起一瞧啊，跟蚊帐，接着这个呀、啊，能瞧见换糖的，哎，我说，你瞧见我手里第一裙子吗？说半天您别逗啊，这是裙子啊，您仔细看能看出裙子那型来啊。哎呀，这窟窿这数不过来呀、啊，太多了这个啊，这挺好这个，这给我行吗？啊，给我。我说您要这干嘛？我冷啊。您配着这个也暖和不了。您别错，我要这个，你给不给？你要不给啊，拿200文来，这是您的啊，太好了，走了走了土，唰，走掉一块太不结实了这个，叠好了，找了张纸，包一纸包夹着，
奔当铺啊，走进城来，大当铺，人和当，一进来一瞧，柜台很大，过去这当铺都是柜台的上头啊，先生在上站，当当的来了呢，你得先生，您瞧这个，他在上面这么瞧你啊，头眼看人低吗？接过来，你要求压你一头，从气势上先欺住你啊。过去的当铺是很害人的，他来到这儿，往这儿一站，他个儿也高哈、啊。头柜的汪先生一瞧，啊，老三呐，老五，你干嘛来了？我当一宝贝，宝贝裙子，上面有金银财宝、珍珠翡翠、玛瑙、珊瑚、碧玺啊！你瞧瞧吧，你瞧瞧这个，递上去了，头柜双手接过来了。你看，心里这皮五啊，家里以前有钱，宝皮这是留下来的老存性啊！来来，你都过来，都过来，都过来啊！掌上灯，咱们仔细瞧瞧宝贝啊！你别过来，你眼睛不好，扎眼啊！那个拿灯一晃，这回来照着眼，流眼泪啊！往后站，打开纸包，先生举起来。闷儿，一沙包似的卷起来，呸，扔出来，扔地上，一五色，你看一看，没拿住吧？你看看，哎，给我摔坏了，摔都是窟窿。东西，哎，我上面的珠子都哪儿去了？头柜先直抽嘴巴啊，亏心不亏心的啊！我把珠子带下去了，把裙子给你摔破了啊！你长这是琉璃的呢啊！五爷，咱别开玩笑啊！您这个哪儿捡的来扔哪儿去啊？别开玩笑，别别闹，谁跟你闹了啊？赔我宝贝啊，8000万两啊！人家还多少账没还啊？这不行，别废话。三说五说打起来了，一薅脖领子，给头柜来大嘴巴。人家好有火气，呼啦烧出来，掌柜也不干了啊！我今天让你把我讹了，以后买卖没法干了，大小流氓都得上我这讹钱来。送县衙门，押着他来到县衙门，他乐了，他也好了，那儿暖和呀啊！一进县衙门，迎头对脸，孙先生瞧见了，嘿。你怎么回事你啊？我刚才不给你棉袄，给你200钱。哎，是你那负心花，你知道吗？这个让他们把我给讹了啊！头柜直骂街，谁讹谁呀、啊？这是啊！里边大老爷升堂说这个事儿，老爷急了啊！那哪行去？拉进去，重打20。孙先生讲的，您别打呀，他这孩子也是孤苦伶仃的一个人，不容易。老爷不看，怎么呢？当铺花了钱，储了银子，拉进去打。有差人过来把皮虎扔下去了，掌刑的小伙子一举这水浒无情棍，拿眼睛一看皮虎，哎，明白了。皮虎乐了，哎，好，这哎，太聪明了，来吧，干嘛呀？那意思给你钱啊，拿起这板子来，不往人身上打，隔着人身往地上打，啪啪啪啪啪，打不到身上，他乐。别乐呀你啊，怎么回事啊？跟着喊，跟着喊，哎呦打了20，站起来之后要一直当铺的老爷，这个人带上唐家衙门所门口啊，您弄个半个月。孙先生一说，那行去，不要命了吗？赶紧讲情，又花点钱把这事儿算是折过去了。又打衙门口把皮虎轰出去了，前脚出来，后边掌刑的小伙子问出来，那个、啊，我是告诉你，别打我这两条腿。冷清的很，好，你再去当铺，再来再说啊。回去了，一屋转身奔当铺，又去了。怎么了？摸准这脾气了，反正来一比划也没什么事儿啊。我跟你们这儿起了腻了吧？来到这儿。把那纸包好了就来了，掌柜的，大宝裙子，你又来了，你看，是只要打不死我，天天来啊，要个亲命。你要多少钱？这我也不能多要，你给10两银子吧，好吗？我就亏了，我赔了啊！掌柜的气，给，扔下10两银子来，他
他不走，把这当票给我开了，我以后还赎来了。好，哎，你要不来，咱俩没完。也得当票盖好了，盖上章扔出来，这手当票，这手啊拿着银子高兴出来了。一出来之后呢，手一凉一哆嗦，这当票掉地上了，手里攥着银子赌钱去了。他刚走，打着路过一位台迷。人姓孙的，叫孙德。德德啊，大伙儿呢，我叫孙德。今天出来呢，遛弯去。说下雪怎么遛弯呢？哎，在家里边待着，两口子在家。这主人舍不得花钱，一天到晚呢，家里除了稀饭就是稀饭，连馒头都舍不得吃。媳妇骂你看看。一天到晚的啊，家不家夜不夜的，跟你结婚这么些年了，我连件新衣裳我都没穿过啊！你甭管了，甭管了，我就下雪，我出去溜一圈去。天儿一日冷啊，人家手都僵了，哦，媳妇要钱的啊，我捡上给你买点新衣裳。嗯，抱着这么一个心态，他出来了，走大街上低头这么走，走来走去，瞧见那大票，一把捡起来，脸都绿，呵，大宝裙子，纹银十两，琢磨这事儿。大铺想大十两，这东西最起码值一百两，要不然给这么高，高兴噔噔噔迈步回家。媳妇儿，快点翻箱倒柜把钱都拿出来，所有钱都拿出来了，拿了十两纹银。你甭管了，我去啊，一会儿穿新裙子，明白了吗？我说你当回事儿，打了牌了。来到大铺这儿，大票银子。往上一压，柜台一搁，赎账。先生接过来，哎，老天有眼啊！太瞧不是你我。还有我说，当当的可不是你，你管那干嘛呀？你给我就完了呗，快点给我。先生高兴坏了，太好了，一定得给你。拿出来，拿出来，拿里边这包拿出来也挺好的，搁在柜台上。您打开瞧瞧，不不不不，回家看去，真的回家看去。麦克纳布秃子都说孙子快，没有人就没了。怎么呢？他怕人家本主来瞧出来。回家之后进门，心噔噔跳，把门关上，小帘挂上，媳妇儿掌灯换裙子，打开包提出来。哎呀，我的亲娘，要了亲命了，满天星啊，这是啊。裙子留他们家了，比武呢？又赌钱去了，这会儿功夫，这十两银子全花干净了。啊，临出来时候呢，一块玩牌的人叫插鸡王二的。怎么叫插鸡王二啊？这就是这偷鸡贼，家里一年四季啊，除了吃鸡，别的吃不上，也不做买卖。平时没事呢，聚个赌啊，团个局啊，他跟里边抽个头。闲着没事啊，他就出去偷鸡去。无论谁的鸡，让他瞧见，你跑不了。他逮鸡有一创啊。这个过去来说，偷鸡摸狗的，他也自成体系，各种风格都有。有的就穿大军事褂，大棉袄，瞧见鸡了，拿过来一拧脖，嘎扎过一枪，扭头就跑。到后来，这个有聪明人发明的办法，弄根绳子，一根线绳，绳子头里边呢拴一个黄布，哎，然后绳子上面弄一个笔帽，毛笔子也好，什么也好吧，笔帽穿好了，把这豆子扔出去，带着绳子在跟边等着。有的鸡过来呢，噔一哆。把这黄豆咽在肚子里，他这时候把笔帽一竖，把鸡嘴套上，他妈这一蹬鸡也叫不出来，嘎着我一夹走了。那这是机械化偷鸡。王二偷鸡的方法百十来种，哈，家里一年四季炖鸡、熏鸡、烧鸡，一咳嗽跟打鸣似的。这些日子呢，天降大雨出不去了，跟家里团局拉来，临走一瞧，哎呀，哦，我你这个你又光着出去哪行啊，是吧？来吧，给找件破棉袄陪着出来。刚到了这个土地庙，张妈妈找回来了。那婚事啊，说差不多了，哈，您看怎么着？所以说呢，在皮武的心中，最开始提这事儿不愿意。为什么不愿意呢？他对不起孙子。张妈妈给人一想这事儿，皮武高兴。要是愿意的话，可是我什么都没有，一天到晚土地庙在这儿住。您瞧，张妈妈瞧土地庙，没事儿，这儿不能住，租房。啊，只要你对姑娘好，一切都有我呢。你甭管了，这么着，张妈妈打算带她出去租房子，可是问了好多家人家不租。妈这儿一说，
有空房吗？有空房啊，租吧。多少钱？一个月300文。租给谁呀、啊？皮虎。不行，我这个房子有主啊，不能租给他。都不租。找来找去，在西门外有一个卖青菜叫倪四，倪四出租房子，有这么三间草房，有一个小院，有篱笆墙。他们两口子呢，住着两间，甩出一间闲房来对外招呼。实际这个房子也不是倪四的房子，当初有一个瓦匠叫徐二，徐二跟倪四打牌输了，没办法，得了，三间房子归了你了。这么着，倪四呢拿这房往外租。倪四本身也是半个流氓，一天到晚卖菜呀、啊，不是坑人家就是骗人家，还挺厉害。谁要说不干，马上瞪眼就要打人。他这么一个主，他抓起名牌来，四房出租，让张妈妈瞧瞧。把小屁股一说，现如今有房子，你租不租？把这一起一说，大小位置，不行，地理条件也挺好啊，我喜欢这个地儿，那我跟您去吧。不成，你要去了，他宁可改厕所，他也不租。别露面，我先去。那好吧，皮五躲到外头，干妈妈来了。一进门呢，这位倪四的媳妇在家了，啊，四嫂子在了。哎呦，张妈您来了，您什么事儿 啊？那个听说你们这房子往外租，打算租多少钱呢？哟，这我不知道，我给您叫倪四去。出去上菜摊上把倪四喊回来，张妈妈租咱房子。倪四一琢磨，哟，他租我房子，太好了。怎么呢？这张妈妈一天到晚的给人家保媒拉气儿啊，保不齐什么干闺女、干儿子的啊，在外边干点坏事，在我这儿租房子，租回来以后拿他一差二错，我好多钱呢。嗯，挺高兴。您这看我这房子吧，啊，我这房子个儿压花两银子，每个月呢600文。老太太乐了，胡说八道。你这草房啊，能是这么些个吗？这样吧，压2银子，每个月200文，行不行啊？你自己琢磨，那也成，先这么着啊，以后住好了咱们再说。行，老太太说不是我住啊，有一个住的，我给你叫来，这事咱们可说妥了。您放心啊，您说的事咱们没有不答应的。转过弯把皮凤山叫来了，往这儿一走，倪四啊背对着皮五跟媳妇正说话，我告诉你，你瞧瞧去，这饭馆每月又进200文，哈、啊，你放心，定远线，除了皮五没有我怕这回这，我告诉你，这房比卖还合适呢，他来的还长远，你知道吗？一回头吓一跳，哎，五爷，今儿这么闲着啊？瞧瞧你来，哦，瞧瞧我来。那个忙什么呢？没事儿，我租你这房子啊！我这房子有主，别废话啊！瞧瞧，我不敢租了。您张二，他租啊，他租、啊，你不是挺高兴吗？哎呦，要了我的亲命了，这是啊！那怎么办？你甭担心啊，给钱。老太太先拿出2银子来，到时候算账，这是你的了啊。200文钱呢，到月底给啊，每个月不给钱，你找我，那这得立字据，没问题啊，这不是有纸有笔吗？来来，给写给写。这倪四不认识字儿，可是狄凤山一笔好字儿。小的时候家里有钱，请过私塾的老师教他几个，拿起笔来，龙飞凤舞，腾腾腾腾写完了。来过来，你倪四，这底下这是你的名字，倪四，认识吗？不认识，卖菜我哪知道哪个是你？看这个，一个单立人，一个儿子的人啊，人儿人的儿子就是你啊！别逗，别逗！哎，我这是那个，你这四是我，你不认字怎么认识四？你打麻将我那四万，这是我啊！来来来，快快快，拿起笔来攥着，画一十字，啊，皮五这边拿笔写上，皮凤山，弄都挺好，老太太高兴了，行了。那什么，我先回家啊，下午还有点花得卖，你们商量吧，该怎么规制还是找我，行吗？行。老太太走了，李凤山拿着这两张房租啊，你一张我一张，钱你拿着了吗？拿着了，给你了啊。给我了。你有钱了吧？有钱，咱停了吧。赶紧停吧，咱别逗我啊。我给你什么，你们这儿写着呢啊，你是想房子啊，啊，不是你啊，我啊，第五，讲房子，
租给一次，押金二两，每月二百文啊，我说能拿二两吗？你没钱，张二先给着你，对不对啊？这钱是我的，以后每个月给我二百文，哎，这次没找到。舒心钱，安徽定远县有一位顶尖的民英雄，李武，李广山，是一个好人呐、啊。有一天站在街头小鸭勒索，但是呢他经常说啊，我很善良，人是个好人啊，人是个好人，所以说呢遇见好事儿要跟孙大礼的姑娘小姑两人同心，里边有这个卖花的张大妈穿针引线促成这件事情，但是比武啊实在是太强，什么都没有了，老太太拿点钱来吧，你们这事儿我得全力支持，首先到西门外有一个卖菜的泥寺，有三间房子，皮姆呢租过来，租过来之后呢每个月挣二百文钱，房租呢压了二两银子，那个年代社会风气很好，一次回到屋去，四嫂子我又开通门员了，给他一百个大嘴巴，天底下租房也没一块二，你是说那怎么办呢，我也惹不起他呀，不过也好啊，你算一个月才给他二百文，我跟街上卖菜见一回就是二百文，这回咱们省了挑费了啊，两口子挺高兴，咱们庆祝一下吧。高兴，李武一瞧这个屋里什么都没有，草房，而且房子挺窄，哎呀，很简单的一个房子，小草屋。当初这房子就是篱笆墙糊了点泥，刷了点纸，就是墙。房子很窄，李武看了看，这倒是有办法啊。哪天嫌房小，往这儿一推，我这屋就大了，他有了这个炫房的心了。这儿挥着完了，屋里没东西，凿子土简单弄呢，怎么又得有床啊，两口子睡觉没个床不行啊，买床去吧，那看看身上也没多少钱，我呀简简单单够两个人睡的床就行，不用太好，也不要什么雕龙刻花的，没必要。在南街上有一趟街都是卖家具的，把这个口往上一走，就听着啪啪稀里哗啦咣咣，怎么呢？家家都上板儿，关门了不得啦，皮姆来了，把门都关上了。走了，快到尽头这儿，有一家新开张的，老板姓王啊，叫王百顺，但是大伙喊白了，王不顺啊。王老板今天头天开张。他不是定远县的人，在别处挣了点钱，带着儿子到这儿来，咱们开个家具店呢，卖点什么床啊、桌椅板凳啊。今天头一天，爷俩起来之后啊，在这个菩萨跟前上上香，给财神爷磕仨头。哎，这爷呀，你保佑我呀，保佑我们家的买卖挣钱，保佑这一趟街所有这些卖家具的家家死人，家家关门。啊，头天开张，他起这歹心，琢磨这人情好了好不了了。磕完头站起身来，爷儿两个商量，这当爹的说了，是这头档生意一会儿我应，我挣这头笔钱，儿子不干我来啊，啊我挣这头笔生意钱多吉利啊。爷儿俩嚼了半天，老头一瞪眼，后边站，本钱是我掏的啊，我做这头笔生意。儿子挺不高兴，转身进去了，他跟这儿等着。猛然间一看，这趟街怎么回事，怎么家家关门，户户上锁呀。哦，菩萨听我的话了，啊，甭问了，他们是不打算干了，就剩我一个人卖独份，太好了啊！一瞧对过那家啊，关门挺慢，哈、啊，临关门的时候呢，对过那掌柜的那脚还没进来，回头瞧了一眼他，拿手一指，咣，把门关上，他挺纳闷，这什么意思？看着我还乐。哦，这是希望我发财啊，正高兴呢，皮
习武一步进来了，啊，掌柜的，掌柜的，哎，阔爷您来了，哈哈哈哈，您瞧瞧，您瞧瞧啊，真是想吃冰下雹子，求什么有什么啊。您是打哪儿来的？你这店新开的吧？没错，头一天，您多照应点啊。啊，是这样，我是一家大牌子家的管家，我们家小姐啊要出嫁，准备要这个全堂的好家具啊，什么贵重什么钱多啊就要什么。呼，台日爷在这儿，您快坐快坐快坐，沏茶倒盒啊，您高兴。那您看您今天选什么？今天不是选东西啊，这是老爷吩咐的，说过几天小姐的样子出来了好来定，我顺便出来看看他们几家都关门。您这事儿您就得找我啊，他们不是干这个的。您瞧瞧，您有什么应用的东西吗？哦，这个也没什么。哎，正好啊，我睡觉的床啊坏，我睡觉的床，我们两口子睡觉的床。好，您来坐，您来靠着来，往后边一领，呼，各式各样的，什么样都有，您挑吧。看了看，这多少钱呢？这挺好，这个是五两银子。一伸手掏出大红包，这是我临出来之后老爷赏给我的十两银银，给你这个。哎呦，您瞧瞧啊，这生意很顺利啊！你看有十两，十两得多，得多，得多。哈哈，你思思瞧瞧，思思瞧瞧，这我还不信您吗？是不是？哈哈，拉开抽屉，把银子扔里边了。哈，那个我一会儿我找您这些钱。我不找您，你把这床给我弄出来。把床弄出来啊！这我一个人怎么弄走啊？你这样吧，把床板开好了，架子拼得了，拿绳子捂着一块，我背着走。呼，好大的力气！嗨，本身就是吃苦的人，不要紧的啊！你把我捆上吧。掌柜的到后边把自己这位少爷叫出来，你瞧见吗？老爸子，我跟这一站，买卖就来了。给床弄好，弄好了，皮夫把床背上。哎，那银子你甭找了啊，你就搁你这儿吧。啊，过两天我们买别的时候一块儿算。哎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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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您慢走，您慢走啊，您慢走。皮夫背着床走了，掌柜的拖着银子出来，站在门口。我得上银号那儿存我这银子去。干嘛这样喊呢？这一趟街是人精啊！瞧瞧我今天挣钱了，值挺高。这不嘛，过两天小姐结婚，全堂家具都得从我这儿订，上别处买去，人家不放心啊！往外走，两旁边人全看见了，掌柜都出来站门口。道喜，道喜，道喜！客气的，客气的。走到街头就是银号，来到这儿，掌柜的。看看我这银子成色怎么样，给我存上啊，开张银票。掌柜的解开撕开了，你穷疯了啊，你穷疯了，我就是银号，不存砖头的知道吗？啊，哎呀，这让我存了，这个这坑了我了，这个啊，转身回去了啊，一边走一边偷眼观瞧两旁边这些掌柜都站着站着，是砖呢是瓦呀，给存吗？不给存。把床弄回了家，大好弄得了，一点手啊，把尼斯叫来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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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告诉你啊，现在有点事儿，让你帮个忙。可是，您说您说吧，你看我能干什么啊？您吩咐事儿，没有不从，没有办法，我住您房。态度很好啊，这样我心里很踏实啊。这个新买一床，瞧见吗？怎么样？好，这也不错啊，这是几块砖换来的？够好啊！你这个搁这搁这，你不许动啊！你别动我这床，我家里有床，我能用你这个？我有正事办，知道吗？我那个今儿得上东街，知道吗？准备好几件该给钱了啊！我就做生意啊，就说讹钱的就完了。您去吧，我干什么呀？这床给我看着，知道吗？跟前往那儿去好几家，养猪的多，哪家那猪跑出来把我床腿啃了，咱俩可没来，听见了吗？晚上不睡觉啊，坐着椅子不听着，离了墙一动进了猪啊，你想着看着床。哎，您放心，您忙您去吧，去吧啊。皮屋走了，你自身听话，菜都不卖了，我不坐看着，白天还行，到晚上真睁开眼，媳妇孩子都睡觉，
自个儿一人坐这坐着直顺嘴啊。他迷迷糊糊按现在时间说晚上九点来钟皮鲁回来了，全出上啊，白天呢挣了有什么600文钱啊，晚上打牌差12000呢全输了。一回家一瞧，呀他是个连三间的房子，一眼就瞧见了，你一次坐在那儿直冲嘴，心说不错啊，我把房子租给舍友，我踏实用功啊。转身回自己屋，输了钱睡不着觉，坐在炕上实在没什么玩的了，突然想起来我学猪叫这个玩意儿，我也暗处看看你是听话不听话。嗯，真灵啊，就这一声喊腾下去来了，等一天等来了，听这听这声音啊，这猪得乌不灵媳妇儿媳妇儿嘿快快妈呀，这外来人去烧火，快烧火啊，家没柴火，把床开，我招呼哥哥去啊，我叫倪三啊，把他叫来，你把猪宰了啊，把猪宰了咱们吃肉啊，赶紧烧火。媳妇真听话，把床头卸下来了啊，这床上一头高一头低，俩孩子脑袋冲下腿冲上睡觉，这赶紧烧火做水。这偷偷摸摸跑出来，拐个弯去，胡同边上那口就住着他哥哥倪三，啪一砸门，哥哥哥，倪三是杀猪的。白天卖肉，晚上睡觉，干嘛？有外财，大姨刚走门，他们就开了。哪儿了？哪儿了？家里有猪，咱俩去宰了。我听这声音，这意思啊，500来斤，500来斤，咱俩奔了。好走，拿着刀，拿着东西，铁盆子，一套东西拿齐了，一边走，哥俩商量，这肉怎么分啊？肉怎么分？倪四说：“这怎么分？我叫你来是帮忙的啊，你说吧。”我说，咱哥俩一人一半。哇，你这太黑点了，这样你是我哥哥，我是你兄弟，我要猪头猪尾巴往后是你的啊，好怎么个猪头切了尾巴都算好的啊，我就烙一尾巴，这样吧，猪头给你，肉咱一人一半啊，这个心肝肚子呢咱们煮得了啊，完事咱小点吃行吗？行，哥俩商量挺好，来到这屋，那个年头也没有灯，黢黑一片，一推这门一屋热了，来了来了来了，坐在炕，哎，在哪儿了？刚进来这眼呐，看不见。他不想跟屋里待半天了，比我差着根儿啊！进来了，不、哦、还攥着刀呢？嗯，这么半夜胆子不小啊！这哥俩进哪儿了？哪儿了？哪儿了？拿手往这个床腿这儿摸，他往下摸，皮武伸手摸他满头发。哎呀，这猪拽攥住我了！这是猪精，这是啊！凭我一手攥一个，可就乐了。好小子啊，倪三儿，你说疯你们俩，深更半夜打劫皮公馆，然后我金银财宝不计其数，赔钱。胡爷别逗了，我们错了啊，这玩意儿还皮公馆呢，你不亏心吗？你除了这床是刚讹来的，这屋里还有什么东西啊？我起来了，好小子啊！你们俩胆儿不小，你别逗我，您学猪叫，睡着觉，拿你开心啊！觉得我哭了，你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倪三儿打不走了，倪四睡不着了，怎么的？床都烧火了。倪四奶奶抡圆了，都100多大。什么耳朵？你这是啊？还坐在地上睡现在啊？转过天来。皮武一琢磨，快结婚了，我这身衣裳破破烂烂不像话呀，我得换身衣裳，我得洗个澡啊！啊，这10来年也没见过水，我捯饬洗去吧，洗去换身新衣裳，哪有新衣裳？澡堂肯定有新衣裳，看谁脱了新衣裳，这是个办法啊！哪儿最大呢？整个定远县百里池最大啊！有一大流氓叫丁三，当初啊也是敲诈勒索，后来挣了点钱，洗手不干了，开了这么一大澡堂子，叫白玉石，很了不起。皮武一琢磨，丁三呢我没去，要真打架我打不过他，他比我智呢。可是呢，小澡堂子我要闹完了，显得咱们不光棍。对，白玉石吧，卖不来的事儿。一进门啊，伙计，斜着瞧。怎么呢？穿的太破，有这么句话：人进阔的，狗咬破的。
尤其过去澡堂这伙计们，外乡人居多，狗眼瞧人低了，一瞧来这种啊，戴着这个海龙的帽子，身插这个胡素大衣，撇大嘴的，手上戴着六个大戒指啊，有钱的人呢，马上就拧住你，你要穿的坏不理你，你问他都不告诉你，老家嘴直在哪儿，里边走，老家我上这热水池里边走，哎呀，不爱理的还里边走，是这么走吗？里边走。你看人这一门拉开门就回来了啊，看见火车刀过去来说这伙计们狗眼看人低，可是有几个老伙计一眼就瞧出来这个牛，赶紧瞪着你，嘿，这往后跑，怎么心中别惹了，这是大流氓啊，伙计都往后冲，这几个老伙计过来，伙计有日子没瞧见您了，快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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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让着你这儿啊，三下五除二把衣服脱了，第五还告诉人家，哎，小心我的皮衣啊，给我弄破了。你看您怎么着？怎么着？有一个窟窿啊，赔我1000两银的，您赶紧数数啊。一会儿功夫数不过来啊，别数数，别废话，别废话。那池子热，这池子跳到里边洗啊，这一洗还搓澡子，搓澡子呢？把浴池里边就俩搓澡，怎么呢？因为他这儿太贵。一般人呢来不起，老百姓呢都上小池子洗去，这儿有俩就差不多了，这俩呢有一个正忙着呢，正搓着澡呢，有一小伙子闲着呢，这女儿这儿一喊搓澡呢，赶紧来了，呼，这是您搓澡啊，啊，你认识我吗？啊，这不认识您，哈哈，您是，我是有名的大财主啊，这不是前些日子上乡下要账去啊，去了几天一直没洗澡，身上挺脏，给我搓搓，嘿，您放心，我给您好好弄，呵，乡下可受伤了啊！啊，现在小刀给您插着，一铲子一铲子往那铲泥，都挺干净。一屋很高兴，嗯，给我拍吧，给我拍吧。哎，是是是，您放心，只让您舒服啊。您瞧这劲儿行吗？嗯，一下啊，100文钱。哎呀，您早说呀、啊，太好了。弄完这，哎，会刮脸会、啊，拿个小刀的呲呲呲刮脸，第五乐了啊！我跟你说啊。一根头发完事儿，5文钱，是吗？您甭管了，哼，花轿好些了，拿到这边来，偷偷摸摸的背着皮鼓，拿小刀，一根头发做三截儿，想的挺好啊，一根给5文钱，一根做三根是15个，这个挣钱很方便，都弄得了，哈、啊，您看舒服吗？舒服，结账吧，啊，说您这就给钱，谢您赏，你给我啊。拿我一下是多少钱？你算算吧，我只是给您派，我不管那啊！你打我一下给多少钱？他那头发你手里攥着是吧？啊，我那是龙头发，你知道吗？不是您真不讲理，连废话，这是闹事。又我这出去告诉丁三老板，丁五闹事啊，闹事儿！我瞧瞧，转身来了，离着老远就乐，兄弟兄弟，哈哈哈哈，有日子没来了。怎么了兄弟，胳膊在这儿呢，有委屈跟我说，有这么一句话，举拳难打笑脸人，反这个人呐，恨另外一个人坐在屋子里面咬牙切齿，我要一瞧见他，我把他剁了，把眼珠子抽出来，我上边一拳下边一脚，大花盆打脑袋，花花流血，眼珠子缝身，我打了他别卖了头昏啊，说狠话嘴特别黑，俩人见面人这种过去，哥哥您还生气吗？啊，这就没事儿，走咱吃饭去吧，人都这样，人有见面之情，又何况丁三这种是从低级流氓爬到高级流氓位置上，他很懂得为人处事这一套啊。像比武这种人呢，他吃软不吃硬，你是跟他碰，他比你还横，他能把澡堂给你砸了；你跟他客气，他没辙了啊。正该怎么着？这么一来，比武没办法啊。你看这个事闹的，我来洗澡来了，三哥是吧？你这伙计不像话，摁着池子里打我一顿。是兄弟，我听你这喊好舒服，是你喊的吗？我跟你逗着玩儿啊，他拿刀要剁我，知道吧？我躲得快啊，头发弄掉了啊！啊，这得了，兄弟，上来吧！啊，心里恨得慌，打胳膊行不行？人这么一说，皮武没辙了，上来了。那得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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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没得喝，咱们自个儿人算了吧，你忙你的去吧。丁三走了，皮武坐在这儿，嗯，我也走吧，啊。再闹也没意思了，一回头瞧你旁边又能套新衣裳啊，本城有一位汪大少爷今天来洗澡来了，穿的这身衣裳啊扔着卖，买上两瓶子玩儿似的，
连帽子带鞋中衣外衣就这一套新的头天穿坐在这儿了，一回头一瞧，哎，谁把我衣裳搁那儿去？不合适啊，你看可不合适吗？哈，那阵儿的衣服也不讲究按尺寸裁，肥肥大大都穿好了。哎，刚才还找我这身衣裳啊，行，找着我就不闹啊。直接破了拿起来了，这是谁的啊？别给我弄混了啊！转身走了，到门口伙计不敢拦着，五爷，还挺合适啊。慢走，慢走，他走了一会儿，汪大少爷胖得了出来，我这是这衣裳来的吧？我就过来，哎，没错，你这穿着回家，我那身哪去了？你那身皮虎给穿走了。好，不要了，不要了，不要了。怎么着？忍便宜吧，哈，敢说要打一顿，还得再交二百文啊。你们这五人好啊，这个听说要结婚，这算我没问了啊。打发人回家拿衣服，咱不提。单说皮虎，哎呀，你琢磨这个，这么多年了，我在定远县结交了不少朋友，很多朋友对我很够意思啊，您见面就给二百文，那是朋友吗？我这回我得通知一声，跟大伙说一声，我要结婚了啊，弄点红纸吧，找的这个卖纸店，您给我裁点红纸。抬得了纸，他会写，拿起笔来刷刷点点，哪天哪天，你看这日子，十六好日子，十六结婚啊，请你们大家现在喝喜酒啊，千万不要忘记带上份子钱。写六十来张，走到街上看见倪四，哎哎，您干嘛去？卖菜去。他说挑什么挑什么，你有正事干啊？看到这个啊，挨家送挨家送，听见吗？兄弟别忘了你啊，都把这菜你甭管了，收你的收你的收你的啊。他这盯着倪四送，跑得这快，挨一家送，哎哎，别人都得去啊，送来送去，最主要的一张插旗王二家，啊，倪四累坏，还琢磨我那挑菜可别丢啊，在这咣咣咣一砸门，王二家终于吓坏，快丢西子脑袋了，谁呀？我插旗王二在吗？啊，赶紧有急事，没在家，没在家，怎么呢？害怕，以为有偷鸡的犯案，没在家。啊，没在家报警呢，有东西给你。顺着门缝掖进来了，王二捡起一瞧，呵，这写的什么呀？这是不认字儿。待会儿找街坊给念念才知道。哎呦，哦，皮虎要结婚了，这得去啊，咱们得随份子去。马上就联络所有的这些个街头的小弟弟们，跟你们说啊，老五结婚啊，咱们都得去。那个，你随什么？我随两只鸡啊。你呢？随一只狗啊。那你呢？鸭子呗，那就是啊，有两到三只鸭子，怎么还没嘴呢？那哪有嘴去卖啊？啊，尽量多弄，尽量多弄啊！这些朋友们出去想玩凑份子礼，把他们搁在边上。再说这位皮五爷回来准备，布置很好，屋里扫得挺干净。一琢磨，快到差不多的日子了，得筹备一下，还差两三天，马上要结婚了。还有些人的份子钱，我得上门去领去，有的送了也不送来的。所以打家里出来，顺着这街的西口啊，捋着边儿这买一家一家家走。有幸会一瞧就哟，皮五爷来给您道喜哈，这是给您的份子钱啊，这是那二百块钱的规矩钱啊，给您道喜，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。走来走去呢，就有这个滑头，还有一家南货店，小老板很精明哟。五爷啊，给您道喜，没事，不客气，拿钱，快快，三十。我跟您说，我那二百文是包月哈，您这份子，等您结婚那天，我给您送去。哎，干嘛那天呢？您瞧，这两天干活了，穿的挺脏，我得剃剃头，洗洗澡，换了新衣裳，准备好了东西，连吃带喝的，带钱，我给您送到家去，是不是？今天就先不给您拿这儿，等结婚那天再说。哎呀，皮五一琢磨，他说的有道理，很有意节。这趟尖上，我是每家都能脸上。到他这没拿着钱，到别的家坏的规矩都给了他。那不行。还有我说，给我随份子，你认头吗？我认头啊，我还讨您杯喜酒喝呢。嗯，不光讨喜酒啊，我准备的菜你准喜欢吃。好，都什么菜啊？我跟你说，有一个大菜叫蒸羊羔。好吃吗？好啊，听着就好，好吃啊！
这个张兄长你喜欢吗？我喜欢呢。张露眼儿，好呀，少熟鸡，少鹅，卤煮卤鸭，酱鸡腊肉，松花小肚，晾着香肠，好吃吗？太好吃了，给饭去，饭。听我说完就得给钱啊，快快快！我说我听见，别废话，别废话，快点，钱就行，好吧？拿出钱来，这是我那份子，行了啊，礼到就行，那天你甭去了，走啊。转身回来了，这边啊，好些个人陆续的把份子礼都给送下来了。他这边忙着准备着，那边张妈妈上家去准备小轿，准备应用东西，到家去抬姑娘，偷偷摸摸的见了姑娘一次，说你呀、啊，听我的，我不害你，你在这个家里边早晚你得死啊！你的继母娘啊，人心太歹，现如今找了一家人家，你别管他丑顺，你甭管他有钱没钱，出了这个家你就是出了龙潭了，知道吗？不管怎么讲，以后呢都有我帮衬着你，日子呢让你过得去，好吧？那我谢谢您吧。简短结束，这天到了十六，小轿到了门口，姑娘上了轿，一回头，这张妈妈告诉那个杨氏夫人，皮肤有句话，那说你们之间断亲就断了亲，从今往后走着接着，谁也别理谁。把杨氏乐的太好了，这是我的词儿啊。太喜欢人了，打这起谁也别搭着谁啊，挺高兴。门一关，姑娘抬出来了，姑娘坐在轿子里，眼泪啪嗒啪嗒，想什么呀？想自己的亲娘，想自己的亲爹，想自己十八岁一个大姑娘今天结婚了，这么冷清一个小轿把我抬出来了，哎，以后的日子还不知道怎么样了，心里不是滋味。走着走着还差一路口，就到了这个皮五处的这草房这儿，走不了了。对面来出殡的，谁呀、啊？定远县住着一位吴大人，想当初在朝里边是兵部清官啊，挺了不起的一个官，挺有钱。今天呢，这老头死了，棺材俩着木，这边是棺材，这边是花轿，轿子里边坐着新娘子，棺材里边躺着死人，两方对视，走不了了。呼，再瞧这边抬棺材这些个兵丁们，一个个撇着大腿，干嘛呀？啊，草民结婚。这边是大人，兵部啊，吴大人，今天吴大人发丧，你们敢拦着吗？你们往后退。可是这边也不干，那行啊，姑娘结婚这是一件大事，死人养活人呢。啊，你们往后退，我们过去，我们先走。这边不干，我想官司先走，我们先走。啊，这一乱不要紧的，有人呢就把张妈妈找来了，张妈妈在那说。哪能这样啊，得让姑娘先过去啊，你们等一会儿再走。呼，两边越吵越厉害，越吵越厉害，到最后啊就差动手了，两边人对着骂街了，怎么办呢？就有腿快噔噔噔噔噔上家，把皮五叫来了。皮五来你怎么着？哦，我媳妇那轿子过不来，太不像话了，来到这儿别闹，我告诉你们，死了就死了，知道吗？活着没大，今天我娶媳妇啊，你们谁敢不退？当时现场一阵安静，死人坐起来，让他先走。死人说了，这胡子人大死门庭，是个大贪官，这大人听信了，主要说准备抄家，所以自己呢吩咐家里人第一奏折，说自己死了是大死门庭，棺材里边都是金银财宝。就借着机会抬出定远县，全家就跑了啊！打刚才躺着就着急，有那憋得慌吗？其实这点事无所谓啊啊！这实在没辙了，说马上先走。话音刚落，十字街呜，人都没了，没关系，剩一花轿了。过了半天功夫，屁股出来吩咐着来，抬站，把花轿抬过来。新娘临下轿的时候，张妈告诉他：“你可别睁眼，闭着眼。”为什么呢？新娘子下轿睁眼，头一眼看见什么，以后日子过不下去，那就卖什么。姑娘心说：“那我闭着眼吧。”啊，闭着眼下来，有人搀着，搀到里边去，坐在小床上，这胳膊肘无意中一碰两边这个墙啊，姑娘很高兴啊，呵，家里家具可是不少啊，这硬邦邦的是大箱子吧？其实是篱笆墙啊。他闹听这个，外边道喜全来了啊，这些个朋友们。
插旗王二，抠狗老六，啊，都这类的英雄好汉呗，都来了。老五给你倒铁啊，菜都准备了吗？我们得吃饭喝酒，你放心，今儿倪四啊给大伙儿下厨啊。倪四会做饭吗？我先教你一宿了，教一宿了。头天就告诉你一次，你打二斤半酒啊，留一斤我喝，剩下那兑水啊，让大伙儿喝啊。完事儿来不少人，你这样，你呀、啊、准备四张台子。什么叫台子呀？就是有个面儿，有四个腿儿，那叫桌子。哎，你不能说桌子。来这帮都偷鸡的，你说桌子跑了，知道吗？说台子，准备点台子。完事儿呢，买一斤肉，买三十块豆腐。我说您干嘛呀？弄酒席呀、啊？不是，这么些人，这哪够啊？你把都先对了。我看你们家那个外边那大咸菜缸还有不少咸菜，有啊，你都捞出来，都捞出来，都切碎搁锅里煮啊，咸菜汤啊，给他弄这个，让他们吃。那行啊，哎，都是朋友，不在乎这个啊，吃吧。都准备齐了，这帮人坐这儿。今儿多少菜啊？今儿好些了，十碗菜啊，十碗菜。嚯，皮虎舍得花钱呢、啊，那上菜吧。啊，一碗一碗的啊，这头一碗端上来，来来来来，几位，先开个胃，开个胃。这几个一瞧，这什么玩意儿？这是啊？咱们尝尝，你尝尝。哎，我这有点豆腐丝啊，还有点咸菜叶儿，喝了味儿还不错啊。三口两口喝完了，第二碗，好、哦，还是这个，都一样。跟你实话实说，那还一大锅呢，灌好了为止。这帮人跟这儿啊，喝吧，那就你尝这个酒啊。哎呀，还是低度啊，太低了这个啊，基本喝不出酒味儿。茶几王还教他们，你们这样，你们喝一口，搁嘴里使劲这么嘬，嗯，你这口音你使劲奶，多少点酒味儿。是喝酒的这个。大伙儿跟这儿闹了一天，挺高兴的。天晚了，茶几王二站起来，我们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别我干你干嘛去？玩牌，哎，走走走走走走。新媳妇扔屋里打牌去了，哈、啊，就忘了这茬儿。玩了一宿，新媳妇纳闷儿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这一宿没回来，什么规矩这是？还不敢睁眼，闭着眼，闭着眼就睡着了，来个床上。转天早上起来，一五啊，这还玩着牌呢，猛然间，他媳妇二想来了，哎呦，把媳妇扔家里一直玩牌合适吗？行，谁媳妇？你昨天结婚了？是吗？还没告诉我呀、啊？那是不是在我们家的新媳妇？可不嘛，媳妇在家，我得赶紧看看去，别偷我东西，知道吗？转身往家就跑，一到家一瞧啊，媳妇跟那坐着哭呢，赶紧过来。哎，你别哭啊，对不起啊，昨天是有点正经事儿啊，这个我去办事儿啊，来来来来来，赶紧歇着吧。一撩这盖头，姑娘一抬头一瞧他，哇！哭得更厉害了，怎么呢？这模样一眼大一眼小，他天生倒不是这样，他挺好看的俩眼睛，但是因为懒啊，有时候看人呢懒得睁俩眼睛，这天长日久了习惯了，就上眼这样啊。这一哭，外边倪四那媳妇进来了，劝吧啊，家里长里短的事一说，别难过，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以后有好日子呢，有皮虎在这你放心，没人敢欺负你，知道吗？正说着呢，张妈咪也来了，掏着卤给姑娘啊，二十两银子，拿着啊，这是给你贴补家用的，以后有什么事儿你就冲我说，你放心，有我一口吃的，就有你一口吃的，绝不能让你受罪。姑娘一琢磨，在这儿虽然说条件差一点，可比在家里待着呢也舒心。在家里边跟这个继母娘啊，低头不见抬头见，出来进去干嘛衔接，自己又不能还嘴儿，活着也没意思，这儿呢也行。以后两口子过日子，往好处过，做个小买卖也不错。所以姑娘点点头，也就答应。可是呢，这你这皮虎啊，什么都好，就是打牌打不了，一天到晚的就耗赌钱，赌钱喝酒。有一天出去跟茶几王二几人玩，赢了，喝，自己很高兴啊。你这么些年我头回赢钱，这个钱我得花了才。出去之后找一小饭店要一壶酒，好，这次我喝呀，喝了个酩酊大醉。自己晚上回来，天降大雪，迎着雪洗走，光披凤衫，下朝回来，取完寇夫啊，结果那女性他当皇上，太散乱了。嗯，来到家门口，啪啪啪，
爱妃开门来。我说你一听，嚯，你别看日子过得差呀，我这个身份上开门吧。心说呀，跟这样的丈夫你也不能着急恼火着，把门开开了，臣妾接驾，吾皇万岁万。您我很高兴，爱卿平身。说成平身，他想扶他，没想到您扶好，拿手一扶了他，咕噜一下子，把媳妇儿轰门外边去了。啊，自己进来回头看了一眼，你怎么自己打入冷宫了？关我要睡觉了，咣当咔嚓，把门插上了，躺在床上这头睡啊，呵，心情在外边这头骂街呀，缺了都就不开门了，就冻死我呀！穿的又少，砸了半宿，这才把门砸开，哎呦呦呦！我就喝多了，我对不起啊，对那娘娘，娘娘坐这儿，娘娘坐这儿，娘娘啊，娘娘跟院儿待一宿，冻死我了，天都快亮了啊，昨晚你没回来，我一宿没吃啊，这怎么办？别着急，别着急，天亮了，我弄点豆浆你喝，哪儿豆浆？你挡住我，我去啊，完事咱屋里这火也闹了，我找他借点火来，咱们屋里暖和呢。转身出来了，没多远，拐弯抹角，抹角拐弯有一豆腐房，这会儿呢。两个师傅已经起来了，正跟这磨豆浆呢。来到门口了，刚要进，听你们两个人说话，哈、啊，这跟那说，哎，兄弟，我可与你好事儿。什么事儿？我昨天出去倒垃圾去，我瞧你寡妇长得挺漂亮，冲我眉来眼去。我跟他说了，我说你要喝豆浆，你上我这儿来去，哈、啊，保不齐我能够住。嚯，真的吗？你瞧，他这我父母人家好歹小便宜，他来了之后给他弄桶豆浆喝了。他不就跟了我了吗？是吗？真的？你瞧，我告诉你啊，他要是来了，你这，你先上，我走着搭弯，搭完一搭门，门一开，他进来，你抱着他先亲一口，知道吗？然后他准说错了，错了，我再上啊，咱俩互占便宜啊。你五外听着什么人名这是？啪啪啪，一搭门，俩人就聊，谁呀、啊？寡妇。子乔，这个还很紧张，可以吗？我先上。对，就是你，你先来。我坐后边，坐后边。我起来了，先上前。谁？我，好占便宜的寡妇，喝豆浆来了。谢谢老师您。一开门搂住了，啪就亲一口啊！亲完一回头，怎么呢？他纳闷了，寡妇这么重的胡子条，一入门原来啪一大嘴巴。太不像话了，你们啊！什么人心？你们这都是认打认罚吧？啊，认打的，你说认罚怎么讲啊？认打的话，您俩搬走，豆腐房是我的。啊、认罚呢？认罚，盛碗浆吧啊！先盛一碗，我先来一碗喝。哎，好，盛一大碗，蹲，喝，喝完又来一碗，挺高兴。李成，拿大碗，拿那盆儿，盛一盆儿，弄下去啊！我媳妇还没喝呢，端一大盆儿。再拿你那碗，给我盛点那个。烧多了那个煤，我弄回去还得炉火。啊，给您预备好了，我让您饶命这一次。得，别废话了，端着出来了，往外边走，挺暖和。可端着这盆热烫手，呵，正着急呢，不知道跟哪儿来一狗啊，围着嘴里一转，哎呀，这就是别扭，什么讨厌的这是啊！三弄五弄，舀起一半蒜，手里哗全扔了，啊，俩盆都掉地上，这怎么办呢？娘娘还等豆浆呢，啊！孤王一时鲁莽，豆浆摔了，看来孤真乃是一粗鲁人也。我怎么办呢？这，我这会儿一瞧，天也快亮了，心说我上前面这一溜瞧瞧去吧，看看有卖别的吃的吗？给我媳妇儿讹一点也行。嗯，走吧，迈步往前走，两边早点店很多，唯独有一家人特别多。头天开业，卖粉团。啊，就是糯米啊，当中包的馅儿，有甜的有咸的，上屉一蒸啊，叫粉团，就这么大个，跟小馒头似的。粉团店今天头一天，屋里边坐的人不少，门口支着这炉子，上面是屉，冒着热气，大鼻子一闻，一股糯米的清香。李武站在那儿，哎，这是个办法，这挺好。嗯，他站着看这屉呀，那老板呢，正好在屋里张着火这生完气，伙计岁数小，16。干活粗懒，老板生气，头天开业啊，你偷懒太不像话了，照顾客人要认真要热情。滚，刚骂完一回头朝你比武了，哎，上屋来，上屋吃来啊，你让我进去吃的。转身进来了，往这一坐，哎，您瞧瞧
我们今儿头天开业啊，您吃点什么呀？哦，卖什么呀？粉团，卖粉团。哦，粉团好东西啊，不错啊。都什么馅儿？都有啊，豆花的、豆沙的、哈哈，枣泥的、咸肉的、蛋黄的都有，看您喜欢吃什么。不着急，不着急，我看这屁还没得呢。掌柜的贵姓啊？我姓王，叫什么呀？王有才。哦，家里哥几个？我哥仨。你行几啊？我行三。哦，你父亲怎么称呼？父亲叫王富贵。哦，王富贵。你母亲姓什么呀？你姓刘啊。哦，你家原籍是哪儿的？原来南京的。哦，你媳妇姓什么呀？媳妇姓孙呢。哪儿的人啊？也是南京的。你老伴叫什么？叫孙文明。哦，你几个孩子？俩孩子。哦，都是小子吗？啊，一姑娘一小子。啊，一叫东哥，一叫春妹。行，挺好。嗯，哎，得了，给我拿，给我拿。端进来了一大盘12个，主爷真不客气，一口一个，全吃完了，都吃饱了。哎呀，我媳妇还没吃，原样再来12个。哎，好，拿盘装好了，搁在这儿啊。行了，就这么着，我先走啊。那个哪天你把钱给我送家。我说您等会儿，这买卖不对。这位大爷，他可不逗，你怎么这样了啊？你得给钱。我给什么钱啊？不是，你吃了粉团，不是你还没还账吗？你欠我们家钱呢。哎，我这是不对啊。俩人三说五说，调停起来了。这几位全站起来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回事？有认识，有不认识的。认识几乎是不说话，坐边乐。有不认识才过来拉架的。别闹，别闹，别闹！怎么的了？二位，怎么回事？啊，掌柜说：“你看我不认识他，他讹我，吃饱喝足找我拿钱啊。”比武说：“不对，你们大伙不知道，他欠我家钱啊。我们家当初很有钱，他没钱的时候，他们家他父亲找我们家借钱，借了5个2个银子，到现在没还。”他就玩我牌，他们哥仨很豪奔，王富贵，他们家南京人，他媳妇姓孙，他妈姓刘，知道吗？他老丈叫孙文明，知道吗？他俩孩子一姑一小子，中国孙妹，你问他对吗？咱们就哭了，我刚说呢。哎呀，气死我了，气死我了！5个2个银子，我刚说了，你要有就还，你要没有先记，是不是？咱们说挺好的吗？我也不打你，不骂你，你这样吧。你这样做是不对的，首先说，你承认不承认？我怎么办？周围大伙还说了，哎，有错儿承认错，这样就不对，知道吗？胡言，您开始饶了他了，我也不打了，不骂了，以后他倒下钱他还我，他不饶我不要我，是不是？不过呢，也不能这么饶了他，以后每天早晨你派人给我送20个粉团，知道吗？行，这事就这么说了啊。嗯，提着出去了。老板坐你妈的哭，别扯了，这买卖是没法干了，我说这怎么弄啊？这个心里难过，后边有几个人还劝你，认便宜了，你知道这是谁呀？啊，狄凤山、狄武、定远县狄发，你惹他，今天没打你就便宜，知道吗？哦，是啊，那行，那以后每天早晨我去给他送粉团去，我让他吃的好好的，很高兴，提着粉团回家了，两口子。又吃了一顿，大奶奶劝你，我说五爷，咱们日子这样不行，不咱这买卖不挺好吗？每天出去有吃有喝，这不是事儿啊。我有个建议，什么建议？咱们做点生意，做点小买卖吧。哎，你别说，你说这个我还真想过，可是我什么都不会呀、啊。你有力气呀、啊，你瞧云四了吗？每天挑挑出去，一旦青菜卖出去。他能挣这么300-400文，够了全家人吃饭了，这不挺好吗？你怎么就不能学学呢？对，我找你。转身来到这边，尼斯，快点回，房东找你有事，快。尼斯出来了，到交房前日子了。不是，你记点事儿啊，你每天挑挑出去干嘛去？卖菜去啊，卖菜，一挑菜多少钱吧？一挑菜50文。50文就是60文，卖多少钱？好了，卖个400文、300-400文，没准儿。哦，每天我花销
花销不少，花销不少。您算一家大小的吃喝，那大孩子上学去给先生学钱，我也买点别的肉啊，打点酒喝，那什么你弟妹儿换件衣裳，还有每个月交你200元，都挺费啊。反正每天能剩个100文吧，能剩100文，你干年头不管了吧？你手里存不少钱了吧？咱别逗啊，有事儿您就说啊。两条道啊，一个就是把你存的钱拿出来搁我这存着，你大不大小啊，我不放心。这以后你老了没人管你怎么办？是不是？你孩子结婚哪掏钱呢？你都喝酒了，搁我这存着啊，那还不如扔了。这我估计我连这咱不过这个啊。您说那办法吧，那个办法，明天把你的菜刀给我使，你谢谢，你谢谢，别让我卖菜。不是你干不了，你怎么说干不了啊？明天你歇一天，你或者把刀给我，或者明天把钱都给我。那我给您挑吧。哎，这就对了。明儿早上我喊你啊，喊你，你带着我上菜地上菜去啊。您自个儿去吧，不，你得给我挑高啊。你卖菜，我挑高啊，你就管挑菜边行吗？好吧。转天早晨啊，清晨起来，你自个儿走，过晚上去，走走。你自个儿挑高啊，眼圈都红了，缺了德了，这是。来到菜地上。啊，菜刀放着，你看五爷还有什么事儿？没事，你就下去拔去，拔，我的菜拔，一样来不搁里，不直接给人钱，你就甭管，你弄，你弄。哎，好，一次过去，急着扛着，急着扛着各种菜，弄个这么前后两大筐，走，快走，快走，一会儿来打死你，快走。一次走了啊，一五站在这儿，白头菜了，白头菜了。话音刚落，这菜地有摊菜。小伙子拎着棍子出来，哪儿了哪儿了哪儿了，追到这儿，五爷乐，好了，得亏我在这看着，知道吗？要不然你的菜多了损失。认识我吗？瞧您眼熟啊，比武比凤山挥霍，五爷给您添麻烦，不要紧的啊。这个你今天很走运啊，200文钱甭给我了啊，我谢谢您，把这给我挑城里去，走走走。小伙子说哪的事儿，这是你挑挑，跟我进城，跟我进城。挑着进城，来到城里边十字街头，老哥，你走吧，回去吧。看着你的菜别丢了，快回去啊！买菜，有卖菜的吗？有要的吗？啊？有要我这菜的吗？谁敢要？躲都躲不及，这打着过都绕着走。一屋一琢磨，这不行，这得等到什么时候呢？得了，我送菜上门吧。一小挑，一块做包子铺，来到门口，掌柜的，掌柜的。这五爷啊，那200文送家去了已经啊，给五奶奶了啊。你还有什么事儿？带着菜吧。这先生，刚口刚拔的。我说清楚了，这馅儿都得了，都馅都得了啊。您看这都获得了好几个盆，哪儿了哪儿了？您这不吗？他转身进来了，一端这盆，呼啦呼啦呼啦，这不就没有了吗？来来来来。来两颗菜，来两颗菜啊！一两银子，怎么样？一两银子。哪儿去？我一个银子，一两银子。先拿着，你这还给你送呢啊！来来来，少拿也行，少拿也行。掌柜的没辙，拿出一吊钱来，给您这个，给您这个，您受累，不客气。明儿吃什么菜？说话，不是不要。挑着挑出来，来到旁边这儿，你今儿怎么着？你什么馅儿的？快点，你弄什么馅儿的？我们这点一铺的呢啊！我是新的。点也不要芹菜啊，别怕别怕，快快快，这是你的了，这是你的啊，快快拿钱，快点。不是您这是鹅呀？瞎说，怎么叫鹅？就是抢，知道吗？快点快快，拿了一吊钱给您这个，行，大八件给我来一会儿，快点。我一会儿卖菜，我饿了，我得吃啊。拿回来搁挑里边，顺着趟街往前走，哈，走一家卖一家，走一家卖一家，走得快到头这儿了，有一个胡同，胡同里边有一个女人的声音，嗨。回来回来，五爷乐，哎，回来了，哎，叫我进来了，怎么回事？这胡同里边啊住着一家人家，就是小两口，这丈夫不在家，常年在外做生意，这媳妇呢有点水性杨花，一个人过日子也闷得慌，一天到晚的站在街门口这卖三儿，离着不远有一杂货店，杂货店的小伙计总上这边拐角的厕所来方便来，一来二去俩人就勾搭上了啊。小伙子有时过来呢，你看掌柜你没在，给你偷了一包这个茶叶啊，这有包红糖，
这是包箱子啊，这一包草纸，有这我这买卖家可倒霉了，什么都偷。今天呢又上厕所，因为这女的呀，这小伙子一天上14回厕所，不是上厕所，瞧这女的来，俩人跟门口说话，这女的问他，你看这么长时间了认识了啊，你也没少往上倒腾东西，哈，今天晚上想请你吃饭，你敢来吗？小伙子很高兴啊，投资这么些日子了，终于盼到成果了哈，我敢去，我敢去，你来吧啊，晚上一更天你来，我做好饭等着你。小伙子转身就走了，这女的一琢磨呀，我得让他掏点东西来，烧菜阴料也好，喊他，嗨，你回来，他没听见，把皮五喊来了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，怎么着，就剩这点儿了，你包圆怎么样？都是你的啊，我要做干嘛？我不是喊你。哎，行了，喊谁不喊？得了，都你的，也没多少，就点东西，你都要了吧？呼，俩人三说五说，矫情起来了。正矫情着呢，有打胡同口进了一人，谁呀？这胡同里边住着的，姓张，叫张老虎，也是一个说说道道、耍耍弯这么一种啊。平常给人讲个事儿啊，是这么一人。这打人一听怎么着，矫情起来了。来了跟前一瞧，皮五，他有五哥。其实呢，他比皮五大24岁，五哥。哎，怎么兄弟啊？我这白头发越来越多啊！啊，你说我这卖菜的喊我，他说我进来他不要了，这不耍我吗？啊，你知道我是个老实人呐。这个不知道这个。这个，你要这菜了？我没要啊！你这事儿闹的。五爷，五爷，借一会儿，您上这儿去，我跟他说，把皮五让到边上来。你惹祸，这是，这是皮五啊，皮凤山，你惹他啊？这就是皮凤山，可不吗？你大白天放假叫他干嘛呀？我没叫他。我知道你叫那大伙儿那小伙子是不是？不是什么不是，整个定远县都知道，知道吗？就你丈夫不知道这事儿啊！我也没有别的意思，知道吗？反正事我告诉你，皮五在这儿，这点菜你要也得要，你不要也得要。要那怎么办？你给钱就完了呗。啊！我跟你说啊，皮五好打，你给他点要钱这事就了了。哎呦，那你给我说这事儿，你拿钱吧。这女的转身进屋，拿点吊钱递给张老虎。张老虎那一吊揣在怀里，这吊摸在手上，转过身回来，五爷，五爷，这事儿了了。皮五自己觉得不好意思，嗨，没什么事，别，你这终归是个妇道人家，就是闹着玩儿，知道吗？不，那行的啊，那跟皮五爷闹着玩儿，那本身就是大不敬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是这样啊，我给出了个主意，我让他掏点钱，还让人拿钱呢，他就是闹。你就富有人家没什么钱，你说少拿点不行，一要钱都是您的，行不行？你这合适吗？哎，您拿着，那我就拿着菜，您也挑走，他用不了，您知道吗？不用这个。再一个，他确实有人送，他就走。你不接我一要钱，揣在怀里边，挑起挑来，转身要走。这女的站一会儿，心里难受，别扭，平白无故花两吊钱，站着骂嫌弃，你好不了。拿了我这两吊钱啊，你死去吧。皮五又回来了啊，大虎，他怎么说两吊啊？啊，这怎么回事？啊，我刚才忘了，那吊落我这儿了啊。行，这两吊在这儿，那吊呢？还有一个罚款呢？罚款？你干了对不起我的事儿啊？你说怎么办吧？你不行，别闹，那我这。我这有一吊半啊，它都是您的，都是您的啊！你给的多，这里还有200文多呢，这里您拿着。结果转身回来了啊，这边等着大家，咱不提。挑着挑着往回走，奔哪儿去了？奔插鸡王二家了，进那玩，哼，耍高兴，耍可是耍。今天表现不错，所有卖菜的连讹带骗的那点钱没动，最后输了，把这菜刀压在这儿啊！这输你了，这输你，我赶紧回家，好些事儿。噔噔噔往家走，来了大姑奶奶等着了，这怎么样卖菜发财了？你看看，呼啦一下子把钱都扔在炕上了。旁边那四嫂子过来了，嚯，你四卖一年也挣不了这么些钱了不得了啊！您四爷过来了，道喜，五爷改邪归正，打这儿起您就发了财了啊！发财了，好。那个我那家伙哪儿去了？哎，你要不说我忘了。你带点钱啊，你上那谁潘金龙二去一趟，去上那儿赎那包去。您给赎了？哎，我告诉你，还得赶紧去，别耽误，赶紧赎回来。怎么了？我明儿早晨还卖菜，还卖。